许再多。周总，您应该饿了吧？为了感谢您，我带你去我的秘密基地。好，走吧。梅姨，哎，小林，你又来了。你怎么好几年没过来了啦？梅姨，前几年我都在国外，最近刚回来。你居然也是这儿的常客啊！快坐，来。上次说的那个小目标成了。哎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梅姨觉得行，郎才女貌。梅姨，我说的小目标是这个。现在呢，还没有想好名字，我打算叫它雪浓酒，您看怎么样？那你们两个好好聊。嗯，我先去忙了。好。好。菜来喽，你最爱吃的。哇！谢谢梅姨，您先忙。所以，你经常来这里啊？嗯，这里价格又好，食材新鲜，而且梅姨人又好，我一有时间我就过来。谢谢你，照顾梅姨的生意。嗯。